你敢相信吗？60个胖子把这个满房14本给干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通关时刻，这是粉丝鹿晗分享的一个进攻回放。60个胖子往一个点去下，它是一场视觉盛宴，大家拭目以待吧。四个英雄也是6点钟方向下的，特别的精彩。各位小伙伴觉得这个视频很赞的，记得点个赞哦，点赞数越多，下期视频越精彩。哇，所有的胖子往这边走，直接梭哈。各位小伙伴还是非专业人士，请勿模仿吧。在联赛里面其实是可以拿着胖子留的，但是考虑到大家跟我一样大部分都是手残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这个流派。是可以3颗星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每位小伙伴的技术都有这位粉丝的技术这么好，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啊。这个是个满房14本，看他所有的建筑都是满房14的，把这个阵型给打掉应该也是挺简单的一件事。胖子扛伤能力特别的强，而且输出虽然有一点低，但是人家60个胖子也算是人多势众啊，要想把这个阵型打完还是挺厉害，还是挺简单的。还有这个飞盾的走位特别的风骚，看一下他沿着大本营那里，他的毒一下都没有吃到。哇，这飞盾值得表扬啊，飞盾技能放下去了。现在还有一堆的胖子，哇，还有援军气球哦，哇，这局女王没有发挥她的作用啊。往期视频里面，女王都要打至少20%以上的摧毁率，这次呢，她一直在清尾，哇，一直在打那些无关紧要的建筑，所以可想而知，这个胖子流还是在高人眼里啊，在高人的手中调教出来的胖子流还是很厉害的，那相当厉害，满房14就这样。像砍瓜切菜一样，还能省一个女王的大招，哇塞，牛掰！就是轻微的时候慢那么一点点，因为胖子都是锁定防御建筑的，所以最后游戏结束，恭喜我们粉丝成功装叉。